王者国际服内测了大半年，天美的大手笔世冠杯 KIC 吸引了海外各国电竞豪门，那是纷纷蠢蠢欲动。如今终于迎来了国际服要正式公测的好消息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之前测试服没能教国外友人做事的小伙伴，这次大好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了呀！轻松2000分混个世界标，小秀一下也不是不可以。关键问题来了，怎么才能玩国际服？目前呢，国际服还处于预约阶段，用虚游加速器即可预约下载，详细的流程可截图保存。游戏正式上线后，第一时间咱们直接王者世界峡谷见。据说正式服上线的第一时间，天美准备了众多福利等着大家哦。不过草某人奉劝一下各位，遇到国际友人一定要下手经验，他们手机摔坏了我负责。昨天天美推出了巴西国际服 CG， 主角依然还是云英，难道天美是忘了峡谷还有热情38吗？表示有点不理解。